Aha. Oh, ist da Kaviar. Beluga, my dear. The best of caviar.哎，小粉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等人。你知道厕所在哪吗？那你干嘛尿在地上？不是刚都是。哎，恶心！咦耶！为什么男人都喜欢黑丝袜？科学家发现，喜欢黑丝袜的男人智商更高，同时拥有更丰富的想象力和更强的共情力。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也指出，喜欢黑丝的男性大脑运转更快，智商更高。那么你的智商是多少？你转过来先，你好好说话。
你先转过来，我再给你买。啊？没有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骨质增生。所谓富贵险中求。Sabayo sarap sa pakiramdam pamparam pam pam pamparam param pam nagawa namin ito habang bilog din ang buhay.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，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一两个看上去有点傻傻的人，由于脑袋不好使，一天到晚无所事事，村头逛村尾。美女美女，我在执行任务，快点亲我一口、快点亲我一口，快点快点快点。你在执行什么？奉旨泡妞啊。奉旨泡妞啊。所谓富贵险中求。That's my best friend. She a real bad bitch. Got her own money. She don't need no nigga on the dance floor. She a 2-3 drinks. Now she twerking. She throw it out and come back in. That's my best friend. She a real bad bitch. Drive her own car. She don't need. 准备，摸腿下，甩头起，下蹲，收腿，塌腰摸腿起，摆胯同时右手绕头摸，转圈摆胯，前直摆胯，抱头摆胯。
就这样了，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。你抽烟吗？你不抽烟啊？你真不抽烟吗？我不抽烟啊，真的不抽。啊，你帮我拿一下那个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你谈过几个女朋友啊？啊，没谈过。没谈过呀。都卡着嘛呀，说看象棋的，见到。哎呀，这车，喂，这车，你别挡着我行不行？好，你怎么坐车模的？挡着我看车，哎，烦死了，真的是。哎，这车真漂亮。哎呦，卡着嘛呀，说看象棋的，见到。我的长相使我的男人没有安全感。你爱喜欢不喜欢，对，我又不是为了你活的。Yeah.